大家好，欢迎又到了杨墨水的时间。我们这一集接下来要继续玩的是第二章，猎女制作人的开始哦。我们第一章已经玩完了，那第二章是初遇阴谋，不知道第二章怎么样。那我想赶快把第二章破完，因为第二章破完才可以解锁那个邮箱的功能，真是太可恶了。那好，我们接下来就直接开始吧。哇，好像啊，李泽言。嗯，哦，他好啊，又怎么样？希洛也好。嗯，忍住悲愤，还是忍不住啊！忍不住，我忍不住，我忍不住，我忍不住了。能好好活着，对你来说就是最大的挑战了吧？搞啥嘛？到底是怎样？哎呦，走着瞧。哦哦哦，打来了，打来了，接接接接。周奇洛，是我，薯片小姐。薯片小姐。我又收集到了一张 AR 卡呢，就想到你了。哦。我的超级英雄战队。终于集齐了，要么作为英雄而死，要么……哦，这个是白的。黄警官，你说谁是公子哥？哦，白警官，哈哈哈哈哈。OK， 看出来了，了解了解了解。啊，眼睛好漂亮啊！他是谁啊？躺在书桌里，皱巴巴站着写的信封，什么意思？白起学长，黑道学长，高二的时候跟体育部老师动过手。哦，他是我的学长啊，我以前跟他上过同一个学校啊。这以前没交代啊，这还没交代。OK， 那现在刚交代了。发什么冷呢？流通 what？ 看到了吗？好漂亮的流光，这是。去的小实验，今天哦哇哦，成功了。哦哇，他也太浪漫了吧！你听说过空间折叠吗？他把空间像叠纸一样。一张纸两端的点就会贴近，就会贴得很近。折叠，大气层之间的摩擦会迸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就像极光一样。它怎么空间折叠的？你在想什么？这女的在想什么？十分钟走到城市另一端吗？简单的告诉你，可以或者不可以。什么意思？哦，所以刚刚白起也空间折叠了吗？陆凡奇应该跳下去。哦，嗯，许墨人真棒。发现奇迹的编导来找我讨论下一期节目的安排。我本来想让他们离开。我本来想让他们离开。为什么？我以为你会来。哦，我以为你会来。这个人很会。哎，我觉得看这个，也玩这个游戏啊，还可以学到非常多技巧。哎。起来，哦，他害羞了，害羞了。啊，这个问题问的，跟您交流。只是为了节目的新想法吗？哎呀，咄咄逼人，咄咄逼人呐！哎呀，不要啊！啊，多说多错。现在我的心情变好了，可以跟你们的编导讨论节目内容了。哎呀哎呀，咄咄逼人，咄咄逼人。最近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预感？确实有些不安，怎么了？哼。如果遇到危险，记得按我教你的方法做。
他教我什么方法？哦，他对对对，他教了我一个方法是什么？我忘了 ，crap！他教我什么方法？赶快先回去看，赶快先回去看一下教我什么方法，感觉下一关就会遇到。然后他就叫我选择，然后到时候选错就得，应该是一只八吧，是不是？对，一只八应该是一只八，一只八，一只八。对，跳过啊，不行，跳个屁啊！我就是要选的，哎呦，一只八，快，一只八，一只八，一只八，应该是一只八或者一只九。他教了我一个方法，看到没有？强不强啊？那是过目不忘，我才应该当教授，叫我杨墨水教授，杨教授。啊，错了，一只九啊！哦，一只九，一只九，杨教授来了。咦，来，快点，壁咚壁咚，我相信。如果我按不相信会怎么样？想危险，有这种方法？这来了，什么方法呢？他哪是短发，他明明就是长发。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来，告诉我，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告诉我。哦，这是什么屁方法？滚！相信你直接个屁啊！滚！好的 ，Anyway， 好，那。这就是第二章前面第二章二之一一直到二之十二的这个玩。那现在我们已经遇到了四个所有的男主角。这个游戏呢，它其实真的是有它诱人之处，蛮好玩的。那送的东西也挺多的，那我觉得挺不错，挺不错的，很多东西可以玩啊。那我也发现到后来啊，其实它有这个，像是我之前讲过，就是就什么咖啡厅啊这样子，你可以按进去的东西。然后你可以有其他的互动，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。对，那记得大家每天都要来这个许愿树去许个愿，拿个东西，然后尽量每一天的每日任务都可以完成，它就可以送你很多东西哦。好的，那这一集的杨墨水就到这里，我们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